哦，人家拿麻袋，你还拿棍子，你是准备一棍子把我给闷晕是不是啊？你更厉害吗你？还得捣蛋小哥哥送给我的水晶球球。好跳，加油抽奖哦！感谢捣蛋小哥哥，谢谢送给我那么多的锦鲤，还有这么浪老板，然后还欢迎我们的27，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。从这歌听出大头以前被甩啊，你听这首歌听出来我以前被甩过，你这么厉害。